好，我是世新文老师，我们今天又要来让大家看，这是永动机。网络上一堆这种，线圈随便绕一绕，就说它这个是永动机。也没有磁铁，也没有磁场的变化，这怎么可能是永动机嘞？那我们现在先示范给大家看，看这个马达。我先看一下它有没有什么加工过，看那个吧，没问题。好，那马达嘞，它必须要接上电池才会转动嘛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号称这个是永动机，你看，嘿嘿。长成这样，永动机，那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想也知道不可能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哦，就是帮他塞了3颗保利龙球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真的是永动机吗？我们来接看看喽，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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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接上去试试看会不会转，好不好？哦，不变了。鸡蛋哦，转了嘞！Oh my god，看到吗？看一下，再看一次，再看一次，切好，看到有没有动手脚哦？哇，真的转了耶！代表有电流通过这个才能让马达转动。这个也可以哦。你看，My God，哇，这个装置不得了了，你看，大家觉得有可能吗？好，柯林，违反热力学第一、第二定律啊！这个根本就不柯林嘛，所以他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啊？他这个当然是我做的有点粗糙嘛，我讲过了哦，这个就是热熔胶这边有问题，在里面呢，多塞了一个东西，你看出来吗？嘿嘿，这里是特写一下，特写一下，怎么样？这里面塞了一个东西，所以才可以转动。这里看清楚，结果，所以不要再被骗了。永动机怎么可能？对不对？如果跟你讲永动机。你就说，不可能啦，这是不可能的代志，好不好？那再为大家嘞这个重现一下这个永动机哦，因为真的太多，网络上真的太多这种什么永动机的影片，好吧，大家不要再被骗喽。好，那是新闻老师，我们下次。见喽，拜拜。